贝拉斯的优芙汉堡，菠萝面包包入满满的好料，这一口咬下，除了罪恶还是罪恶。太嘎好，矮黑梅森，今天带你们到台南中西区的52优芙汉堡专卖店，店中满满的太空人元素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去找神秘的优芙。在优芙的驾驶舱内塞入大量的起司，放上蛋、番茄、调料和超厚的手工汉堡肉，和超人气纽奥良鸡腿排，居然还有打抛猪和甜的口味耶！ 刷好榛果巧克力酱和棉花糖，就可以进行压榨定型喽。这样可爱的 UFO 汉堡就完成啦。我觉得这里一定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哦，因为餐点口味种类多样丰富，尤其是这个招牌的优芙汉堡，多层次的内馅还可以牵丝牵到外太空，扎实饱满的烘蛋和肉，大口咬下真的超级爽的。还有这个萨瓦迪卡的打抛猪也是人气王哦。如果你是蚂蚁人，千万不要放过这款草莓乳酪起司哦，绝对让你爱个敲鬼！52优芙还有许多经典的炸物、点心和炸鸡哦，想必各位来到这里一定可以吃得饱饱的。各位赶快收藏起来吧！话说，你们有看过真正的优芙吗？